生死话题，杜德伟自称与老婆是苦命鸳鸯。和张杰一样遭遇催生的还有香港歌手杜德伟，昨天他在北京为新专辑宣传造势，回味歌坛十年，杜德伟再发专辑，不但容颜不老，唱起歌来依然还是走唱跳路线，真是好的了。身体上也有新突破，年过50，他去年告别单身生活，和女友正式结婚，如今可谓是幸福满满。已为人父的杜德伟生子问题自然也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。我们其实算是属于那种苦命鸳鸯那种，怎么说，就是说他其实跟我结婚以后到现在没有停过，不断的在帮忙工作，不断的在问我，问我处理很多的事情，是，所以我们暂时来讲，我们还是乐在二人世界里面。乐翻天综合报道。